所持世界，别变二十层大刹。第六段啊，也就是第六层啊，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这是讲居利啊，居利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啊，差不了多少。由世界名净妙光明，这是世界的名号。以宝王庄严床为基，这是说他的典籍啊。以金刚宫殿海柱啊，其行四方，摩尼轮集丈云而覆其上啊，这是世界上空的庄严。六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啊，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围绕啊，一层比一层呢要多啊。我们想象到啊，这个刹种的形状啊，佛号普光自在床，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佛的德号啊，普光自在。普是平等啊，不平等呢就不普了啊，所以特别显示出啊这个清净平等觉啊。光是觉，清净是自在啊，床是高显啊，智慧德相高明显啊，是这个意思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这个一大段经文当中，举出100多个世界，啊，为我们介绍的每一个世界，简略介绍几桩事情。这个最重要的呢，是佛的德号，啊，那么在这个前后总共啊210个佛刹啊，那也就是给我们介绍了210尊诸佛如来的德号啊，我们要从佛德号里面呢来学习。所以这个心不能不平等，不能不清净，不能不觉悟啊，我们一定要肯定清净心是真心，平等心是真心，正觉心是真心，真心本来有啊，不是从外面带来的啊。大乘经教上常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啊，你所证得的统统是自性本有的。不但是我们，六道九法界的众生都迷失了自性啊。直觉的菩萨啊，刚刚开始觉悟啊，一心希求明心见性，有愿有求啊，对于初学菩萨来说，这个是无可厚非也。他念头转了啊，想求无上道了啊，这是好事情。无上道迷失的迷失太久了。无量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啊，一下要把它断除干净真的是谈何容易啊。所以如来世尊大慈大悲，他有方便法。我们如果能够随顺佛的教诲，教诲就是方便法。只要能随顺，就能够快速的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如果随身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就难了。初学的菩萨最大的困难就是在随顺佛陀教诲之中夹杂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夹杂的量很大了，因此功夫不得力。祖师大德教导我们放下啊，放下之后怎么办呢？还要放下啊，永远在放下，放到一念不生。信德就现前了，只要有丝毫放不下，就障碍了信心，就迷失了信心。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要放下了，不能放在心上啊，心要空，心要虚，心要无一物啊，坛经上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
无一物那个时候就是真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有一物呢，就把这个障碍了。所以我们要学普光自在床如来啊，普光是智慧呀，圆满的智慧呀，自在是德相啊，床是高显的，都显露出来了。从德号里面，我们就明了怎样修行。在哪里修？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怎么个修法？随顺经教的教导，依教奉行。我很想学，我学不到，这个原因不是别的，你夹杂着烦恼习气，所以你有障碍。这个地方随顺佛陀教诲，一定要放弃妄想执着，修学不难呐！难在你的夹杂没有放下。再看下面第七层，一层一层上去。二十层华藏世界，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众华严庄严，这是世界的名号。世界名号怎么来的？我们要晓得。像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娑婆，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从世界名号，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个世界的状况。这个世界好啊！众花艳庄严，艳是光明啊，花是六度万恨呐。由此可知，这个世界修菩萨行的人多，菩萨世界以种种化庄严为基，这它的边际，一切宝色焰海住，这世界的安住，其状犹如楼阁之形，这说这个世界的形状，一切
宝色依珍珠蓝纯云而浮其上。这是世界的上空，其佛刹未成俗世界围绕，纯一清净。这是佛的净土。只要有这一句，我们就晓得，这个世界没有三途六道。三途六道是然不清净啊。为什么会没有三途六道呢？没有造作恶业的众生。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的居民见思烦恼都断了，尘沙烦恼也非常薄啊，不厚啊。人身心清净的，他居住生活的环境就清净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佛号欢喜海功德名称自在光，海是形容，深广。这个欢喜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欢喜才深才广啊。以这样的心来接触大众，诸位想想，那是什么境界？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人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之间，我们想象应当是充满了真善美慧呀。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常生欢喜心。欢喜心里面当然生无量功德翻过来贪嗔痴慢心里面呢，那生无量的恶业我们学佛如何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心转变成清净平等心，转变成大欢喜心，这是真修啊！一个真修的人，他的德行天天累积累积到
一定的深厚，谚语里面所谓实至名归也，名称是福报啊。现在我们一般人讲的知名度啊，要不要刻意去制造所谓是大知名度呢？用不着刻意去求名求利，是妄心啊，那是凡夫，那是在造业啊。诸佛菩萨名称之大啊，像阿弥陀佛名满虚空法界，一切诸佛都称赞了，一切菩萨都礼敬了，大名称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累劫修行实至名归，他没有求。所以他得自在光明，所以我们同学在一起这个身住在这个世界，名闻利养是不能少的就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开门去见寺要不要求呢？不需要。内要修德了，外要修布施供养假以时日，修行永无间断，必定有一天水到渠成的实至名归也这个时候智慧成就了，福报现前了，福报现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不能独享不但不能独享，连享福这个念头都不能有。有福，要把这个福报供养给一切众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对上啊。修供养啊，对下了修布施啊，肯修布施供养，你的福德呢，等虚空法界，真的跟虚空法界无二无别。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再往上一层第八层
我们看看经文，此上故佛刹微尘数世界，这是讲居利，这个往上一层，由世界名出生微利地，微利是大威德了，一出一切身摩尼王庄严为基，这是他的边际，一种种宝色莲花座虚空海住，这住虚空啊，其状犹如因陀罗王，这是讲这个世界的形状，像第十天的因陀罗王，罗王一样，以无边色花王云二佛其上，这世界的上空，八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佛号广大乘智海床。那么这个世界没有纯一清净，没有这一句，大概就跟我们娑婆世界差不多，凡圣同居啊。这个里头有净土有秽土，净秽杂陈，佛的德号广大名称智海床，广大名称很容易理解，知名度很高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后面的这半句智海床，这三句呢简单的说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学佛没有别的，学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世间人有没有智慧？在佛法标准里面讲呢，九法界众生都没有智慧，也许有人要问了，我们这个世间有智慧的人不少啊，科学家，你看许许多多的发明，那不是智慧吗？哲学家，创立种种的学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古今中外也不少啊，难道这些人没智慧吗？
真的。佛经的标准，智慧里面要夹杂着烦恼，就不叫智慧了。佛法有个名词叫世智辩聪，世间智慧，它有辩才聪明，叫世智辩聪啊。不是真智慧啊。真智慧什么时候现前呢？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时候才透露出来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没断呐。所以佛常讲啊，三德密藏啊，法身、般若、解脱，阿罗汉只有半个解脱，法身、般若没有啊。那么换句话说，阿罗汉有半个解脱，解脱是福报啊，他有福德，他没有般若智慧。全教菩萨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性，般若智慧没有透出来啊，不能解决问题啊。生活的空间局限在十法界，不能够突破十法界。所以他还要勇猛精进啊，再上一层楼，破一片无名，这一分发生智慧现前，这个时候法身、般若、解脱通通得到了。这个得到是从前迷了，现在恢复了啊。虽然得到不能说是从外面得到的啊，这自信呢恢复了啊，这个得到是恢复。因为过去迷失好像是丢掉了，哎，现在又得到啊，取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有所得啊，总要把它搞清楚啊，搞明白啊。为什么呢？疑惑是菩萨严重的障碍啊。菩提道没有办法提升，没有办法再进步，疑是障碍。因为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妄想分别执着啊，逐渐也破了。假如他对于圣教还有疑惑，依旧造成障碍啊，
障碍他精进，障碍他再向上提升。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不能没有警觉，断疑生信的。那在我们先前这个阶段，这么样一个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学呢？对佛菩萨的教诲，深信不疑。可是，在修学过程当中，你又要有智慧，能够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这个经典到底是真的，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还是后人伪造的，假托佛菩萨之名，不是佛所说的。这个地方要辨别。辨别不容易啊！好在释迦牟尼佛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去观察，如果与这个标准相符合，就是佛说。与这个标准相违背，是魔说的，不是佛说的。标准是什么呢？最普通，我们常常听到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标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恶标准在哪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讲了那么多，到底意哪一种？第三句好啊，自尽其意，断恶修善呢？那个果是身心清净呐。意是心呐，心清净了，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啊，外面境界清净。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外面清净，这个身心境界不清净，你的善恶标准有了问题了。你要细心去观察，你所依的善恶标准有问题。善恶标准，佛所讲的善恶标准讲的再多，无疑不与信德相应。只要与信德相应的，肯定得清净心，得清净生于意业，这是真智慧，这不是世之变聪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学习，
下面第九层啊，这应当讲上面啊，此上啊，一层一层往上升嘛，啊，那上面第九层，此上过佛刹未曾说世界，由世界名出妙音声。啊，这个世界的名出妙音声。一心王摩尼轮，摩尼庄严轮为基，这是世界的边际啊，界限。以横出一切妙声音庄严云，摩尼王海住啊，他的一住，其状又如梵天神仙。大梵天的那个样子啊，身体形状，无量宝庄严，四字作云，二佛其上。啊，这是讲他上空庄严，九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佛号清净月光明相，无能摧伏。这名号很长啊，这个里头有清净月光明相是比喻啊，最重要的是清净，后面无能摧伏啊，当中月光明相呢是比喻。佛法修修，法门再多，到最后只有三门啊，这个样子就好像一棵大树啊，这个大树是一个根啊，根是一个，它长了三个干啊，这三个本呢，主要的啊，最主要的这三个本，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呀，啊，每一个本呢，它又长枝干，长干，干长枝，枝长条，条长叶，所以从枝条、从叶、从花果来看，哦，这个大树啊，就是无量无边呐。就好比是法门呐，这许多片叶呢，它在一个树梢，归在一个树梢啊。若干个树梢了，哎，它长在一个枝条。若干枝条的时候，它长在一个树干。啊，若干树干呢，它归一个本。那么这三个本的时候归到一个根，所以到最后啊，归根的时候啊，只有三门了。这个三门就是觉真境啊，一切众生出入佛门呐，啊，拜佛为师啊。向佛学教啊，佛收你这个学生，有一个简单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什么呢？
就是把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传授给你，就是觉真经的。觉真经是一二三，三二一，无论你从哪一门入，真正得到了这三种完全得到啊。所以佛法里常讲啊，一皆一切，一切皆一，一多不二啊！啊，一个得到，一切得到啊！在中国佛法，隋唐时代，祖师大德们啊，分宗立教。总有十宗，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啊，这就像说呢，枝叶花果，啊，十宗所依的，就是这三门呐，禅宗、信宗。走觉门，就是觉这个本里头生出来的啊，显首宗、天台宗、法相宗啊，三论宗教下了，以正门啊，正门这个本里面。生这么多枝啊，还有净土宗、密宗这是从净门入清净心的没有正德之前，宗派不一样啊！像一棵树一样，枝与枝。不同，干与干不同，本与本不同，归到根呢就同了。啊，那根是什么呢？根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从本归根啊，全都通了。你真的得清净，真的觉悟了，啊，真的是永远不会再生邪知邪见，啊，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只要你得一门，一门的时候一定要达到根，然后一切法都贯通啊，事出世间法是一法了，一个根生的，这个根是自信的。那么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是净宗，持
实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法门很殊胜啊。世尊为我们介绍，诸佛在旁边赞叹啊，让我们对这个法门升起坚定的信心。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肯定有成就。在历史上，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人非常之多啊，我们眼前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就不少啊！啊，这些人给我们做见证的，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转法轮呢，那些往生那种瑞相，是给我们做正转啊。修学其他的法门，你要想成就，一定要断惑。才能真正那个断惑真正就难了啊。这个法门呢，不要断惑，或是迷惑烦恼习气，不要断，只要能把它扶住控制住，就能往生。控制比断容易很多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那么净宗尤其是方便，用什么来控制呢？用这一句佛号。所以关键呢，在你会不会呀？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好像很难呐。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心才动。啊，这个心才动啊，是第一动啊。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就把你这个第一念呢扶住了。压下去了，换掉了，不管是善念不管是恶念，不要让他起念头，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换成阿弥陀佛了，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叫真念佛，这叫慧，这叫功夫得力，烦恼完全扶住了，常常这样扶。念的时候，不念的时候，哎，烦恼都不起作用了。啊，我们讲佛经里面讲不起现行了。这个时候叫做念佛三昧，你得念佛三昧了。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前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有这样的能力就能往生了啊，这个就是清净月光明相啊，无能摧伏啊，这一切烦恼习气魔障你有能力降服他们，你不会被他影响了。求往生肯定得。
的人。好，现在时间到了。